其實誒點解會咁講咧？佢28號咧會出 Q3 嘅業績嘅。係啦，第三季嘅業績，咁啊而家佢咧就博佢個數會靚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好簡單啫，就係佢做即係汽車貸款嗰啲噶嘛。咁你會見到其實一啲嘅好簡單嘅貸款業務咧，喺第三季咧應該嚇會上升嘅嚇。咁你睇下啦，其實而家即係1728咧都可以分拆成功啦，即係證明佢嗰個估值咧已經係增加咗噶啦。咁市場會將呢啲 4S 嘅股份咧一齊去做一個量度嘅，跟住從而去增加嗰個估值嘅，係啦，有隻新地 call 啊，咁樣嚇，咁所以咧你就要睇啦，隻2858咧，其實今日仲要回俾你咧，我覺得值得買嘅，係啦，嗱，我揀翻講翻佢其實而家入邊咧係搞緊啲咩先啦，如果你了解到過去內地居民買車咧，通常佢哋都係用現金買啦，即係數一沓銀紙出嚟買啦嚇，但係而家其實佢哋已經批准咗佢哋咧可以利用一啲嘅信貸咧去買車，好似。